你的物理学是不列，而英文学、国文学都是满分。如此天资，当初你为什么不学文科，而偏要念实科呢？因为最好的学生都读实科。你求学的目的是什么？我只知道，不管我将来做什么，在这个年纪，读书学习都是对的。我何用管我学什么，每天把自己交给书本，就有种踏实。但是你还忽略了一件事，真实。真实，人把自己置身于忙碌当中，有一种麻木的踏实，但丧失了真实。你的青春也不过只有这些日子。什么是真实？你看到什么，听到什么，做什么，和谁在一起，有一种从心灵深处满溢出来的不懊悔也不羞耻的平和与喜悦。慢慢想，转系与否那倒是小事儿。谢谢林老师。